号事情，那时候应该会开始跟长定号，长定号建筑部位，要叫做长静、长定、长清静号。那所以你胸脚啊，胸定，这脚是你的哦，这个定的。点归嘛哈，这个点起嘛哈，邓慧定慧等起嘛哈，那你目前能用的是说归于之间，这个归于的感觉是水，那水里这感觉呢，这个感觉就是，好，那就是静慧，静慧，所以呢。心地心地
我一阵是讲，很恶劣，很恶劣。哦，啊，这个念头，我完全起得出来念头，主观心思作用，诚心。恁明明讲离也是容易咯，恁若叫念，念出来，啊，你恁分得有念，我叫念，啊，你，恁离七毛当中啊，恁生活的少。那你去我的量，往天看你的量，往啥量？哦，所以你那个时间不是时间的错误，是你那个量界，那个量，那个量界跟哪样子？哦，它不比我，我啥呢？我啥量多？它是精细，那这个是那个精细，精细变化，我是天赋美丽，它写出美丽。因为我的心不是一直杂念、杂念、恶念的一代病，也想到想再想到想到这种量，好，那时候证明当夜心已经不杂念，第二代杂念，第一块到含不见心，心的时阵，你这心已经起好你的这个念，啊你，啊你，所以你要分第一个叫第一个叫静的空间。一年都可以提出两个问题，一直在提出，所以呢，那两个问题呢，就按肌肉的按摩力啊，一个是强迫，一共强迫压迫力神经啊，迫力神经的那叫哦，迫力的那里迫力压迫力两，啊，空间不可，所以按摩力呢就是强迫压制你身，哦，自己身体，那因为这个点我让伊出现破坏天主者哦，让伊完全无受着伊哦，伊这个啦，伊这个杂念哦，就我之前讲，我以前人听我叫名，我有名，前头几多因我先呼吸，哇，这比如啊，他这身啊，只想把你因我先呼吸。我这里，我去行四年，行四年，我行四年，经过四十分啦。我前猫行到我前猫走，我听见说，哎，行前走，是你行前走，可能代志啦。哦，啊，行完啦。哎呀，好啦，好啦，啊，所以这就是，这就是意义。你行这。是一点点，还是强迫压制你？你这心啊，开始咧烦啊，开始无啥物行，一年一点甲你下嘛，慢慢开始变好啦，慢慢行过来就好啦，慢慢开始变好啦，伊会强迫你。但是你来真正有一个强，你有强哦，强力、强力的这种压制力，压制力的懈怠、懒惰，他你不想做。三年了，今天我会给你三年的，我不要钱。啊，一年才给十五分嘛，你应该是连续都给十五分。你这二十五分，你都给二十五分的钱在赚不到。但是一年，那就要是那个想，为了我这个身体，一年我身体都行不上。一年，我不是行出去，我不是行出去，我是在行内功。所以你对，你交给。你的现在的变能出来，你不要把想我，不要想我，安尼你那个。但是，伊不想恁那思想用这个人来创这个人，太麻烦了。你得控制他伊家己，得家己做主的，家己做主的。所以，恁当主的，恁给伊写个修德，恁修为主的。伊里个叫心啊，哦，恁叫心啊，哦，起心动念啊。啊，起心动念啊，太厉害！修德，修为，现在修为，就是现在修修，因为这些修变啊，不变啊，所以我们在做人，我们叫变变现变现不变啊。哦，啊，修的这些修变，我不断，他人不断，这是你的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根本不听这本来讲啊，那么。
世人啊吼，你是不是有啥物命？要安尼命？伊是人吼，咱一世人是不是？咱台湾真大富，咱是花啥物啊？我讲叫世人，甚至讲叫我无啥物啊？你是咱好，咱好就是三万九多啦，三万九多啦。也就是主要是经过四十七年十二年后，这主要是经过好几年。啊，我已经经历了三回了，六四年了，甚至我已经行过六趟，一条道才行过六趟。但是今天新歌不唱去了吼，因为我看十五年，对个一个爸爸一个概念开始变。但是我没想过，我是二十七年。行到进到十三岁，三十岁开始修炼，看嘛，哦，到今已经多久啊？六十三岁，行到几年啊？嗯。那你个讲明，行到十几年啊？真正很深入的行，行到十几年。但是，我对我自己提升嘛，真正，提升嘛，真正。我不能见你个，我是不是还要提高点？我拄着顶个当中，我是只安子好势。我拄着顶个时阵，我是一个心主者，我不安住个。我拄着顶个底个，伊只个当中就是只个物件。真正呢，我较早看过泰国先生，阿弥陀佛，你是怎么考虑？你是在考建立不打人多，很多人叫。不久我当年要考，因为签安乐死。嗯。但是伊对安乐死的这当中，他来安讲讲，啊，我把伊的心情，伊因为个伊家人，他快去死啊，我快唔通快去害他们，但一边去啊，一边去，但一边去，你知道我的痛苦，你知道我的痛苦吗？嗯。这边还说，你知道我心里的明白吗？你知道我痛苦吗？其实呢，这是是以前那个心里话说的，心里蛮明白。但是迄、那个伊迄个痛苦是超过伊伊哩伊话哩世界，伊哩哪样？伊哩痛苦哩啥？所以坚持就是个安乐死。过来嘛，今日咱谈伊，伊修法都来得当中。控制好势，这是一个出格小问题。所以唯一解决的，咱今仔日就是讲咱家己，诶，心制作，咱心，咱行，咱行，咱出去，咱有一个行诶道，你行道，好，喂，你行对不对？你要是好奇，我对不对？
是不是安尼？但是咱无法度控制咱的这个心脑来正向，咱无法度来控制好。真正咱的难不是做治疗，尤其咱修路不治疗，真正咱无这回啊，请请好，请来。哦，健康对，包括另外做福建的，我甚至讲今日骂人出声啦，骂出痛苦，啊，我无好过伊啦，啊，是安尼安尼，伊也不是，啊，先生这样子的，都拢是死的，因为真正人修的有修，伊基本上咧通过，我做唔到，该死我。是不是呢？把他的信心对我的个人不重要，完全都没有重要。但是你们肯定，咱听的这个物件，咱感受这个物件，那么是提心吊胆的。现在啊，现在啊，很多这个问题，虽是讲肯定不简单，不一定能去解决它。那你讲呢？
即世人看望要医生，看望要护病，看望要做事，发生危险，咱做点工作，咱要为什么？其实，咱无关系，咱要为着咱自己，行出了咱一条的迄个正路，要行出咱一条路，好世代，咱行得开，公平的路数，咱是要为这个物件，要让咱子子孙孙、家家孙孙后裔啊。哦，有一个之前南方的先生啊，做田，伊去帮我传传一个叫做鸡鹅啊，哦，伊有钱哦，够有钱。哦，迄个根据你传话，我传话空中，他先变了三百。哦，然后呢，是这样子，三百，他先变这些啊。所以啊，是啊，这是咱要准备的东西。但是，那就是遗传，哦，先生遗传嘛。啊，恁今日收获多侪好的先生嘛，今日就对了。今日秘密来告别，我们绝对没有。啊，进化没有。修过的修到位了，知道的修，得力度是够了，得力度是够了，就会有人在你最先前。公孙啊，公伊来画面来干嘛？公请西看来点啊，啊不西看那点，啊伊阿拉死掉，啊点都无好咯。好意思就讲，今日咱修啊，咱是要修好面，现在都修到好面，问题在所在。问题不是多点，问题不是多出问题，问题是咧个人出问题，咱个人出问题，所以修到咱不是。因为上帝话的下来，我负责伊啊，那你那啥，因老母那个风水啊，因老爹那个心命嘛，是，你不看啥都识噻，但是你这样听一下嘛，以前你两个，你不是拜到我先生啊，吼，他拜你啊，你那个，你那个，那个半天了，也请了天。阿强，我好讨厌借花家务。哦，你那得点不是？那得点不是，这就是心中，那得点是讲你的心中与个人的心意念，真正的提升，表面真正，这是什么？不是用着咱哦，只做表象的东西，这点咱一点没有。所以希望在两天不离其心。你需要的当兵的是，但你还要填到这里去。所以，这方面的进步，进步不足，进步方面是足，足的是我们的结构，有参照，但贵体和合当标，出现破坏，形势作恶，有结构，但是叫新人谈掉，已经。用一个哦，
前一人的好期待。哦，身口意嘛，伊用伊的听听咧讲到，伊用伊的心意咧来加持，伊用伊的言语咧来扶持。所以呢，就是用三个情形咧来扶持。在咱中国山路那些互相，伊伫伊伫出军破坏的地方中，都是咧扶持个这个信号。身教啊，身教就是言教。这个名词是我应该讲，后面很多人在讲。比如现在，现在，说我在努力说说，如来现在在中国上，如来现在不想中国上，这话威信不得，要把说我的工作都买，你说说我的，你讲的是啊？现在，现在，如来现在，努力说说，努力说讲的如来现在在中国上，如来现在不想。一里我们春季破坏的人在当中数年停书之后数年的人在当中我是一心好的东西这么理解你说我的一心心里面爱空地解空地没法的所以法给我们那么好所以这个里面是不爱我不得以温馨也意愿所以我们心里面理想理想所以你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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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理想真理想你肯定的进入温馨你也不要选择那方东西然后一心不理性肯定一心不理性一心不理性的思想虽然一笔不露出来表现但是一样的心的是一笔一笔一样双流放出来它是一它所以那你要做好应该能够说通心是空如一处一个规范变现它出现出现那要做到应该是无相受来的那说空哦心是空哦说空啊说空心空啊哦那个心那个心口啊心口不一样不是随便讲的呀，所以讲阿心无空啊，对不对？说讲心即空，如一处一空，这个是讲他心无止意，身心如空，我嘴告诉他，我心都是一，他没有恶。那先就先讲，所以讲阿怕死啊，阿做做小事啊。心口如意，但是那是表面的目标来讲，我们是朝向的目标来。所以我觉得是空气，你两个打造我是空气的健康，努力主动的探求，今天他没有永远。努力处理以后，关注起亮丽的关注，和你轻轻的关注起污染的灰尘变现，越长越变变形，越长越下沉，越下沉。是一些小众的偏，一些狭窄的偏的意思，它是不正、不正法、不正见，就是想。你讲一天做那个题，就是想，这个了，两难。那做嘛，这个想，这个不正；那做嘛，这个想，这个不正。哦，这想这个不行哦。所以就讲，狭来玩乐趣，那想来玩乐，那想来不有经验。这想，我讲艺术。说我的我这个我也不行不能够想说我的有丢一点如来有来有去有这种东西我还不说说可以广州来讲不说求来就不说你细空的来这里如来是不清理的所以这里如来一些随时空心跳一里一五中心这个如来，这个佛，如的是空性里面，这个如的是空间小，
吧，哈、哦，时间空间的问题，如何时间空间的问题，哦，一切啊，所以这个如何来对当中意义，你我都用的什么名词比较这个标来，所以用的这个如何来就是想，要观察，可以观察，只想的是这个，比如人只想的是这个啊，太阳，啊，观察。以前哪里敢讲呀？这个是上帝的眼光，伊本来这个是上帝的，咱肯定是代表这个一个关系。但是伊里边怎样？这个太阳光哪去要爆炸的？不是太阳光，是伊里边炸的。如果今天太阳光伊已经爆咱今日本来有一个太阳伫咱个身体，但是咱爱落雨，咱就落电，咱就相相向为强化，咱就去解决个台看不了个大。所以即个太阳个光明，咱即个太阳个嘛，咱即个波罗智慧跟力量，即个变成啊，即个变成小。一个一些的做挑选的问题，些的做挑选，些的是因为做不来的问题，那些的做不来的问题，是你给他们，你对于鲜花解那个也懂的了，你要明白看出来，最些是现在不来的问题，这是一个我这个逻辑的意思，虽然但是现在。所以心甲脾这个关键在脾，为什么讲讲？这个心这个这个关键在脾，心甲脾这是感情的物件，感情的物件是造成让你失常的物件造成。但是咱今天那失常，这怎么来？关键在脾上面。咱这个脾来表达出来，这个心一定得来表达修为。所以你得定下这个人，建立这些心，啊，你不定你这个地方来了解，你这个心大概有几多？你也定能找到开。但是那个你这个心，这个心还有那爱古多，学于念古多，基本上没有多心的，单单念古多不能单单。你给我讲给我讲，黄一平。变得分明不清楚，唔对，你讲错了对，其他错了对，那我们就不好办那些，你不能，你那个感悟都不到，虽然不能妥协，但接下接下大家的共话超市里向，不要呢大家的共话超市，那个那个什么，不晓得讲那个国企呢，国企呢，是不挂不挂呢，挂不挂挂不。你给他们疑心的，你给他们看透的呢，但无法度呢。为什么？那心都心未光的，所以心未光的，你的心是空。所以我想为什么？这是想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万物俱见你，大面难见你，不是盖棺定论啊！哎，我前几天在那道观道观笨，有地方笨还不够用，
那么简单、啊、你习惯爱我，一定很困难。你看，每个人对你习惯爱你，你敢？先不讲那些第二次，先不讲那些从来没有那些，你对别人，像你爸说的，对你照办的，不对你多一点就多，不对你，他一直心比你的心比点来的，他到底到底几点困难？我很相信。交代神，交代神，下面照单全收。所以人家照单全收，为爱拼命，人家怎么样？那为了那么老百姓，他不行吗？听不见人家了哈？你全部人啊，心里边刁蛮啊。所以你的心都，这不叫为刁蛮，那不在，那不在，那肯定。你心为公，你要有智慧啊！那结果在你要去干什么？你要的是那个心，我真的还少点。你这人不看，你这个人，你修完再来对当中，你不修，你修完再来，你就挑钱。修成功的，修到一讲讲一讲，修到。那么难你都在搞，这第一个，这是第二个，这第三个在做路边啊。那像那时候，那时候现在都把菜都改了，不搞，然后呢，全部先放地。我现在都会了，有没有啊？都会，尽量。
竟合理下，一哈一小，就一合一下。他没有去，他没有去，没有来，他没有分割。东延李杰在一起，但是因为今天你拿李杰的人家提出去说好话，先说人家东延今天的分割，那今天我的，这个我，这个我的，他们是一合理下，一这个一统一小，因为因五杰的卦，我的五杰，你的跟我的你的，所以这个有我的你的这样一个对立，但是。一则一切，一则法界，一切的两界，这个一则，一则一切一切，这里一切则一，他没有二。那既然没有二，就没有来去嘛，没来去嘛。哦，那边本来有皮，是世界哪边的事情，所以要来说，如来，这里如来。这里用来的用这个祖先，祖先，我们叫它先，这里面，那这个里面来这个当中，所以你，就光这个北高温，那个一天啊，那个，潼关吗？嗯。几天几天的结果，那个是时下。一笑一笑分了，一笑一笑分了哈，一笑一笑分了哈。当前呢，一笑一笑哈，是笑不笑？是笑不笑呀？一笑一笑分了哈，这一笑的不笑啊？哦，而且一笑的些东西怎么样？一笑的就是祖先，所以呢，说啊，说完。一流嘛，一流心理机流嘛，一流叫二轮轮，二轮轮就轮转来去来去嘛。啊，一个一流啊，就心理机流嘛，又不给实相上去牵挂嘛。啊，第一个一来二嘛，啊虽然一来二，但是四年一来二嘛，啊第三一来二嘛，啊第三那个还啊还二嘛，啊多些不还，多些还。哦，啊来到公牛了，阿罗汉。哦，你有比较有有的是那个心理机有，那个话就先放开了。这个呢，一小无小嘛，啊，这一小的东西小嘛，一小的一个实相，啊，这个实相能证明啊，这个实相能证明出来嘛，能证明证出来，这实相嘛，两件事小，你把光花表明嘛。哦，但是那你不，你心里一定要有意识的，它是个结果。你光是细的性，你能不叫细吗？那谁敢能叫细吗？时间的灭亡呢？时间的灭亡啊，是不是啊？时间的灭亡啊，那就有灭亡了。以前这个天，这个天是气化起来，好，它你这个关系化起来，你看嘛，以前那个空间，它是这，它是有解。内涵嘛，跟缘起嘛，跟着内涵嘛，缘就是圆满的吉兆嘛，它是一个解脱嘛。啊，所以我有实相，你要解脱实相。啊，那解脱实相，这个实相是无相。啊，无相它没有来，没有去嘛。以前我们提过好歹的，好奇怪，好奇怪。所以这个观念，这个是原则，主席的就是。一线的空间是一个，它的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嘛。一零一，我选择一切时空空间的这个当中，哦，来一梦。所以，空间那个出现的这个当中，造成回流。
哦，
第一天话实相，第一天的时候你实相造成了，第一天的时候你实相吗？第一天的时候有相，你实相造成了吗？你还没你会提前出会提前，是没有在实相造成，那第一轮就那个相给出来，信不信呢？对实相这造出来，你实相要在到你的你的有限的归入到你的无相。你一切东西要造出来，一切无力的东西要造出来，这想都要造出来。所以这个物流组件的法则，宇宙中智能的法则，所以呢，吸引不盖不受伤。可以讲，如果来讲，无所求来，也无所以吸我们的，如来吸，没有一个来，也没有一个去。有来有去，就有来去，所以也不说品满面的品，满面的来，满面的品，有人好多时候，如果你融入到一哦一生法界，你融入一定的哦一情况下，那你很难去，很难去，那些人不好。你要先来去，大家来，大家来，这个东西，这个人挑，它是充满的，这个法界，无对觉，无对觉，不同于无对觉的东西，它是充满的。哦，无量无边的空，你要怎么去把它抽真空，抽到完全都没有，但是你已经住在的法界里面了，自己不见，那不见你呢？我们七七十几个人，空气我都到七十几个人依靠我，能够，那么三个进步了，你就变猪人了，那不就缺氧了？你赶紧起网吧，你七十点，你七十点，你七十点，会依靠，不是现在行业嘞，这个污染了，烧了，所以这个污染的空气嘞。所以这是法界，但是很突然的发现，它一个思想，真实的它源源不断的，一轮一轮一轮，它不断啊，它很妙。你要把握好你。